告诉我，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叫《熔炉》？我是你的律师，不是你的心理医生，凭这几次见面，咱们连熟人都算不上，所以为了你好，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在看守所里，咱们就好好聊聊你的案子，还有你接下来要面对的诉讼过程。我说的不是那部韩国电影，我说的是一部美国电影，故事的主人公面临一次审判，他只有承认自己是跟魔鬼签订了契约，他才能活。他要是拒绝承认，他会被绞死的。那这部电影和你，和我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面临跟故事主角一样的选择。所以刚才你问我问题的时候，我跑神了，不好意思。其实并不完全一样。首先，我相信你是清白的，所以你应该不会死。其次，就算你被判了死刑，你也不会被绞死的。放心吧。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位置是前不久发生恶性凶杀案的某小区门口。根据最新的消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就是本案的真凶。那么请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摄像机来。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时案件发生的现场。现在大家看到小区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是此次杀人事件仍然令人心有余悸。就在四天以前，住在此处的金姓男子被人残忍的杀害。由于犯罪现场过于血腥，警方并未公开相关的影像资料。我们只是知道犯罪凶手用的是和我手上拿的这把园艺刀一模一样的凶器。事件发生到此，警方并未透露任何消息。腾讯视频为您持续播报，我是王蕊。可以吧？来，喝口水。哇！哇！哇！过去有剪刀手 Jack， 今天有园艺刀小哥啊！腹部全部剖开，因为体内压力，大量血液混合着内脏流出体外。但是有一件好事。什么好事？下手很重，
直中要害，所以死者并没有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就死了。你们说这个凶手这么残忍地杀害自己的邻居，理由是什么呢？什么？没见过长得帅的呀？没见过。我是觉得达克是不是跟他长得很像呢？肃杀又迷人，这应该是和被害者发生了冲突，冲动杀人。这不太可能啊，下手这么残忍，而且又没有喝醉酒，只是发生了一下口角的话，这太难以想象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怨气，所以才会冲动杀人。如果是蓄谋已久的话，刀口会比这个干净。人已经抓到了，马上就要宣判了。我真希望以后别有这样的事情。太快了。喂，寄到拘留所了？是的，我们收监的一个嫌疑人收到一封信，但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看到好像是跟达克有关，我们就立即通知了你们专案组。谢谢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那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嗯。这个日期我记得在资料里看到过，庭审不到这个日期就已经结束了。大可为什么要发一张这么没有意义的通知单呢？难道他想从我们手里劫走凶手然后行刑？我们可以见一下犯罪嫌疑人吗？这个我需要向上级汇报一下情况，但是到时候可能会要求他的律师也在场。没问题，谢谢。我们要见您的当事人，不会给您造成什么麻烦吧？但是希望不要节外生枝。你好，严先生。专案组的警察是吗？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尽力帮你们回答的。谢谢。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的？昨天下午。一般有信的时候都是有人专门为我们派送的。您听说过达克吗？达克没听说过。我是设计师，平时很多时间都在做设计，专业内的事情了解的比较多，平时我连新闻都很少看的。信里边的内容说您有杀人的罪行，您杀过人吗？对不起罗警官，这个问题我当事人不能回答你，这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抱歉。严先生，我想问您几个问题，请问您是哪方面的设计师？念书的时候涉猎比较广，平面、工业、生活用品都了解过，后来我是以设计建筑为主。为什么会选择建筑呢？建筑设计比别的设计要复杂，有趣儿。那您平常不工作的时候有什么爱好？画画，我喜欢画画。设计师画画还没画够，平时不工作的时候也画吗？为工作而画和为兴趣而画是截然不同的。谢谢，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也没有了。我可以单独和您聊两句吗？好的。谢谢。罗警官，有什么问题请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我叫韩芷，这是我的名片。韩律师。您对您的当事人不判死刑有信心吗？现在还没有开庭，我不能向你透露我的辩护细节，但我相信法律会给予我当事人一个公正的结果。您知道达克吗？当然，他杀死那些他认为该惩罚的人，但至今没有被警方抓获。罗警官的意思是达克盯上了我的当事人？现在看来是这样。您知道达克从来都没有误判过受刑者，现在还要坚持接这个案子吗？对于我而言，
我不知道什么惩恶扬善，我只知道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我的当事人。明白。那达克会在什么时候杀死他呢？还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你要我怎么帮？我希望得到您手中所有关于严志言的个人资料，用电子版发给我，可以吗？这不可能。作为回报，我可以向您保证，达克给严志言发通知单的事不会被人挂到网上，不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可以保住您的声誉。你是在威胁我？您可以这么理解。好的，我答应你。聊怎么样了？我想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我要去见我当事人了，先走了。罗警官，别忘了把地址发给我。明白。电子邮件地址。你为什么要跟我解释呢？我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工作进展。我刚才管他要了严志言的个人资料。希望不要太多就行。为什么不能太多呢？方向走反了。我还是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律师会无缘无故的帮你呢？我可能比较有魅力吧。开个玩笑。我觉得这张通知单的材质跟以往的不太一样，薄了。难道他可是因为经费紧张，不至于在纸上省钱？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通知单是假的，有人刻意模仿了他？但是我想不通做假通知单的缘由。我和他没什么，你不要多想。你是在用敲莫斯密码的方式跟我道歉吗？我喜欢这种含蓄的方式。警方已经掌握了他杀人的证据，但是他的律师似乎并不担心他判死刑，更担心的是他判死刑之前，达克有可能会杀死他。那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严志言不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了，得抓紧查了。不用了，多亏了我们罗警官，现在有人会把详细的严志言的资料和背景发给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找任何有关 Darker 的地方，并且要找出来 Darker 为什么会给一个准死刑犯发出通知单的原因。不是了，大叔刚才不是说了吗？他的律师很有自信，不让帅哥哥判死刑。也就是说 ，Darker 很有可能听说了这个消息，才给帅哥哥发的通知单。不排除这个可能。那我们现在瞎猜没有意义，还是看看能不能在严志言身上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吧。曾志华，你到我邮箱去等资料。那密码是？你自己破解。穆老师，你生日是多少？我去听一听。哎哎哎哎，不，哎，说，我说一下我们现在已知的情报。严之言是一个姨父子，
他的生母怀着孕和他的养父重组家庭，但是很显然这个家庭并不幸福。他八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杀了他的养父，然后自杀。哟，我对这个帅哥哥越来越有兴趣。那首先你得搞定 Darker。 颜之言被送进孤儿院以后表现得很优秀，然后他继续读了高中，又靠奖学金进入了大学。孤儿还是学霸，有没有点禁欲主义的意思？至少在邻居眼里，颜之言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别说是杀人，连吵架都从来没有过。在同事的眼里，他的专业水平也很高。来，瞧一瞧这个。罗非，罗非，休息，休息一下。快选人呢？我要罗总。哎，不行，罗总我选了，你选剑云吧，有群攻。快快，追到大个了！干嘛？叫你不许。叫你不选熊爷。听说你前两天见了专案组，还差点被他们抓了。就凭罗非，他能抓着我？你就不怕你那个警察朋友出卖你？我劝你离他们远点，对你没什么好处。行了，说说你吧。你不是说从罗非那儿能打听到达克的消息吗？我看你也是说说而已。韩队长，叫我韩浩。好，韩浩，我有一个计划，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专案组抓到达克之前抓到他。那你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的计划。那是当然，因为这个计划，你必须配合我。今天骇人听闻的残忍杀害邻居的重大案件公诉庭审已经结束，凶手颜之言当庭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法院并没有按照预想对凶手判决死刑。据了解，颜之言的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出示了颜早年和近期的一共两份的专业的精神状态的鉴定文件，两份文件共同指出凶手具有多重人格。基于刑法对于具有严重精神疾病者不按照一般罪犯量刑的原则，颜将被送往专业的治疗机构进行看管。这里是腾讯播报，我是汪蕊。这就是所谓的精神问题辩护 ，insanity defense。啊？什么？你不管杜明强了？啊？他今天不老实，我把他关屋里了。不监视他了？我现在命令他必须用 QQ 视频通话，十分钟给我报告一次。距离上一次通话九分钟。来了。挺准时的嘛。熊警官，到底够了没有吗？啊？刚才我手机没带，厕所上到一半就出来跟你汇报。十分钟，太不人道了吧？嫌麻烦是吧？你这样，把手机就一直开着，咱们就一直视频通话。这话费是你们报是不是？啊？纳税者的钱，小心我投诉你们。我跟你说啊，警局可不报，这 QQ 视频通话是不用话费的。我们专案组用了好几个月了。别废话，我没时间盯着你，咱们十分钟以后再见。See you later。哎，你。难怪他的律师这么胸有成竹，他的精神鉴定一直是律师的王牌。当时我们答应不会让外界知道达克与这案子的关系，其实也是律师算计之中的一步，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说外界因素影响了判决。那这个只有电影里有的精神分裂说，到底是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否则达克怎么会发通知单啊？忙去办事。
today. Just a photograph of yesterday. 你好。你好，咖啡可以吗？谢谢。罗警官记得约我，我还是挺开心的。你说过你要给我全部的资料，为什么没有颜之言的精神鉴定？说来也巧，我也是不久前才刚刚得到他的精神鉴定。你知道的，这一类鉴定通常很花费时间的。这事不重要，我只想知道你给我的这两份鉴定是真的还是假的。罗警官，我为什么要骗你呢？警察和律师又不是敌人。你说过你不知道什么叫惩恶扬善，你只知道为你的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务。我知道你多多少少对我有偏见，觉得我唯利是图，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对与错，胜利即是正义。我不想跟你讨论价值观，我只想再请你帮我一个忙。罗警官，加班加到这么晚，和当事人聊案件聊了这么长的时间呀？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刚巧经过。刚巧经过，你知道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你什么意思啊？颜之言工作室的钥匙。也就飞哥能搞定那女律师，这么快把钥匙搞到手了。和飞哥没关系，他是为了配合警调查，才主动交出钥匙。我，嗯。哼。哇哦，这哥们的办公室很正常啊，没发现什么精分的迹象。你们懂画吗？从他的画能看出来，他很有可能患有人格分裂障碍，所以才创作出这么多不同风格的画。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会突然抱起杀人呢？还有，你们看这个发卡，他也很有可能心理分裂成为了一个小女孩。内心住着一个小萝莉，变态。哎，林健，如果你有多重人格的话，你想要哪个呀？不管我分裂成什么样，我只是希望世界和平，然后抓到大个儿，找到韩浩。看这个画，这个印记我们在资料室的照片上见过。是血。我们要回去告诉罗非。严先生，你作为被告的杀人案件审理已经结束了，你现在说什么都不会影响审理的结果。了解。我们今天见面是你自愿协助警方的另外一个调查，我会对你进行心理分析和提出一些问题。在此之前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我没有问题。
蔡美琪，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严志言。今年多大？27。现在在什么地方？拘留所。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按照我的指示做。现在你想象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慢慢的消失，你是一根很轻很小的羽毛，漂浮在空中，随着空气的流动，你觉得自己很舒服，慢慢的上升，上升，再上升。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拘留所里？杀人。怎么杀的？用刀。他死的时候什么样子？是你第一次杀人，对吗？不对，不对。对，但是那个人，他本来就该死。你不要怕，你告诉我你是谁呀？谁要伤害你？爷爷，试试爸爸给你买的新衣服啊，好不好看？怎么了？这衣服不好看吗？这是女孩子的衣服。女孩子的衣服怎么了？女孩子的衣服不能穿吗？过来，我叫你过来。怎么了？怎么了？啊，妈妈，我不穿女孩子的衣服。爷爷，女孩的衣服挺好看的，就穿上吧啊。我告诉你，今天这衣服，你想穿得穿，不想穿也得穿。站住！作业做完了吗？爷爷，爸爸又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来呀，我们试试。怎么样？我们试一试。
为什么要把他叫出来？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做你所做的一切？我还要确定一下，达克尔为什么会盯上你？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过往经历会给你们一些什么帮助，我只知道我眼前一片黑，其他都什么都不记得。认定是母亲杀死了养父再自杀，而我则被送到了孤儿院。也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的心里大约还住着另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人。在孤儿院的时候，我就像其他孩子一样听话努力，照顾我们的阿姨和教我们的老师都很喜欢我，说我聪明。而我脑海里的另一个人也只是偶尔出现。小雨，你怎么又来了？是又害怕了吗？不用怕，欺负我们的人已经死了。我可以说，杀死那个孩子的父亲的人，既不是小雨，也不是你自己，而是你脑海中的另外一种人格。这么说准确吗？我不知道。这两种结果又有什么区别呢？毕竟是这双手杀的人。那天的事情你还能回忆起什么来吗？我只记得这天小雨出现了，她说要去找家附近的野猫，给他们带些吃的。之后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身上和手上的血迹，还有那幅用血画的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的制裁。你放心吧，我们专案组会好好保护你的安全。我暂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要问你了。通知单上的行刑日期没有到，达可也不会提前动手。按照计划，你会被送往指定的医院，我们会在那边做好准备的。
那再来。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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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设计的，对不起啊，听你干啥呢？我叫你一个没反应，干嘛呢？你干嘛呢？需要跟你配合吗？嗯，韩队长，来，对不起，来。这是有园艺什么？园艺刀小哥什么？园艺刀 ，sorry， 来，直中要害。哦，对不起，对不起。但我的信好像不接戏了，对不起，我们从来有去。你是在用枪魔四吗？我和他没什么不要多情的方面。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现在有。对不起啊，你怎么？同情吗？用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苦，我都想不起来。我接哪儿说的什么？我说你别害怕，是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过往经历会给你们一些。我真想说，真的是这样。我已经。来，没事，来，从这里开始，来。大兰子，来，我打不开这个。好，没有你们，你来。盛开，是爱你一个梦，梦出怪醒来。你进来，进来，进来，进来。